南方选手艾迪顿来自于美国，身高178公分，体重75公斤，职业战绩 MMA 20战13胜。In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78 centimeters, weighing 75 kilograms, age 32, fight record 25 and 30 wins.他的对手红方选手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库娃。身高175公分，体重70公斤，职业战绩 MMA 11战8胜 ，RUFF 战绩3战全胜。In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75 centimeters, weighing 70 kilograms, age 47, fight record 11 fights and 8 wins.有请场上裁判。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青海卫视湖南经视和宁波真武魂文化传媒公司共同打造的真武魂 WBK 第八战，现在我们在一给您带来直播。马上出场的，这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中亚猛虎库瓦哈米托夫，他的对手是来自美国的艾迪顿。双方呢，应该是实力比较相当啊，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库瓦，身高1.75米，牛魔王艾迪顿呢是身高1.78米，双方体重75公斤级别。back， 是巴西柔术的宗盖，看看
库瓦在这个龙斗的这个擂台里面能不能制服一个巴西的柔术宗代呢？对，那这个今天这场比赛也是金腰带的争夺战。那么哈萨克斯坦的这位库瓦选手代表了红方，代表了中方来出战来自于美国的艾利顿。那么跟这位艾利顿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说你英语好像不太标准了，他说对，他是巴西的移民。那巴西的格雷西的柔术是天下闻名啊。对的，看看这位受这个正宗的巴西格雷西柔术的这种熏染的战将能不能在今天的擂台上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这样一个龙斗过程。哦，射门，还好啊，后手去库瓦，库瓦终于在战力期当中呢，现在是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发动主动进攻，在一瞬间呢，连续的组合拳在击打对方。哦，哎，回来，回来，回来，好的，回来，机会来了，库瓦，没想到这个哇，艾利顿，哎，有两场比赛是被打到这个机会是瞬间变化的，太奇怪了，对。其实这个艾利顿呢也不是弱势，他真的中国打过很多比赛，是没想到这条金腰带，对，这条金腰带库瓦哈米托夫拿得太容易了，秒杀，这就是库瓦哈米托夫在综合格斗当中呢，他是11战8胜3负，今天呢是12战9胜，对他来讲呢又增加了一场胜利，但是这场胜利来得太快了，我们稍后再来看看慢动作啊，就这一下这个后手拳打中了以后，对，一下子让就昏了，艾利顿真的是有点发疯了，而且还打到自己拍手投降，这个时候啊头部击打得太狠了，就这一下后手拳 TKO 了，我真的不知道算 TKO 还是算 tap out， 因为他自己拍的，秒杀库瓦哈米诺夫，就这一下，快点，这个拳来得太猛太快了，恭喜红方选手库瓦重击 TKO 获胜。有请颁奖嘉宾，郑武魂 WBA 发起人、出品人刘学文先生，郑武魂新疆地区负责人穆拉提先生。